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怎么使用 LOGA APP 运算出一次行程的价格。首先，在首页里点击绿色符号的后面，在这里输入您所在的位置或者您想让司机去接您的地方。比如现在我们输入的是万象中心 Yuntian Center。 好了以后点击 Book Now， 选择您的用户名，然后在红色符号的后面输入您想让司机去送您的地方。比如我们输入湄公河边夜市 Anuwong Market。APP 会帮您预算出本次行程的价格，但是预算价格跟实际价格会有一点差价。最后，如果您只是想看预算价格，现在没有想要约车，我们建议您点击左上方的打叉符号回到首页，这样您就可以预算出每次行程的价格了。谢谢您收看，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帮助到您。